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来玩这一款《Endless Frontier》。有繁中。好，当然用繁中啊。Play 商店下载的。那我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更新啊？应该是有啦。哦，12月中有更新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让它 loading 一下。OK， 好了好了。刚刚下载错误，所以就一直错误啊。换模拟器。哎，小心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故事好了。全部上啊！哦，全部上，感觉是上面挂机，下面养成的玩法。然后也不到像素了，就敌人比较小，这些图形比较小。天使的祝福。游戏的下载量是500万加，不是新友。那什么时候发布的啊？2016年 ，OK， 2016年啊。音乐蛮好听的，讲真的蛮好听的，但是有点大声。啊！我会不断转世重生。好，我们要转世重生。OK OK， 这种放置玩法也是一种类型啊，就是上面是战斗，下面是养成。那我们就完成它赋予我们的任务吧。哦，这种就是你好像要去解开这个探索的关卡。我应该是没玩过这一款，但是我玩过别款类似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增加这个任务的等级，就是当我们完成任务的那个赚到金币啊，它就越赚越多嘛。你看，每秒赚这么多，就是每三秒赚这么多。然后越后面的会赚越快，这种玩法也是一种比较常看到。这种玩法都是几年前的手游，好像手游是一阵一阵嘛，那种玩法就是红了之后就会大家都开始复制贴上，开始我抄你啊，你抄我啊。然后我们可以招募我们的这个人族祭司，没钱了，呵呵，没钱，没钱啦，零钱啦，等一下，好，四级，好，我们要突破第十关，再小心点好了。他的音乐听起来比较不像那种地下城战斗音乐。好，杀死地外老鼠。够吗？又不够，有点小卡啊。哦 ,ABCD。金币越来越多。50几哦。忙着赚钱啊。再小心一点。这个精灵工兵我们要把它练到10级。好，10级。
继续点。任务就是一直升级，一直点就对了。15级啊，哦，三名是不是？他说三名啊，不是第三名。那我们这边可以购买士兵，要这个徽章。突然一直咳起来，暂停了一下。我们继续做任务吧。哦，继续做任务。钻石待会要干嘛啊？好，一名。那我们继续把我们任务给升级一下，打老鼠。没钱了，哇哈哈，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的。50层之后可以转世的就重来，然后这个也会重来哦。我之前玩的这个，你重来这个也会重来，然后可能可以获得这些类似勋章的东西啊，可能啦。然后有勋章就可以购买士兵，这样有没有？你看需要这个转世才可以买啊。然后这是可以购买吗？可以买这个700，哎呦，我们这有200嘛，购买，那我们就有那个其他士兵了，这些就可以一直召唤出来。现在是1/5啦，好，继续做任务。钻石的话，不知道待会可以干嘛。这个可以练一下。给它稍微练一练呢。好，突破20关。3个金币25等。这个纸卡比较贵啊，感觉这纸卡是比较贵啊。好像也没有诶，好像一样。啊，没钱了，没钱了，没钱啦，没钱啦，这边还差蛮多的。好，有了，123B。哦，刚好开第七个任务需要123B，他直接给你耶。好，这边就是一直重复这些动作哦，一直重复这些动作。我们这边的话是技能是不是？我刚点了啦，直接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。啊，这个工会聊天是不是？都还没开啦，我都还没开。啊，这是排行榜吗？哦，这是成就。啊，这是排行榜。这个是图鉴吗？看起来像图鉴。类似的游戏有玩过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款啊。可是那个英文名字，我刚去搜，我频道上是没搜到了。啊，这边有设定选项，这里还有网络漫画，我真的没玩过吗？怎么觉得那么眼熟啊？好，不管，反正这边就是有这个 Discord 网络漫画，很熟的界面啊。搞不好之前找到了游戏名称跟现在不太一样，然后是同一款。有时候是这样，玩游戏玩太多了，应该说玩的游戏很多，但是玩的不够深入。当你玩的不够深入，就是比较浅啊，你就会忘记。
你都会觉得有点像这样。反正就网友会给我提醒啊，这款游戏你有玩过啊之类的。好，2.3C 要开这个了，2.3C，我就知道啊。啊，继续升这个任务50级啊。它是有兼顾到前面的这些副本关卡，有的它根本不管前面，它就一直弄后面，然后越后面的那个金币都一直翻倍，翻好几倍上去。我玩过的是这样啊。又要四十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钱啊，果然没有钱了，因为这要55币啊，我这个月越少了，这边有宝，这边有钻石可以领呢，对不对？哦，好难哦，这里还有，这边有宝箱可以点，如果有的话就给他点下去，那钱蛮多的，3名35，哇嘞！3名35，这应该有了。好，突破40关，我们现在38了，快了，快了。那50关就可以转世了，就可以重来了。好，那这些都还没开啊，随着你的关卡跟转世就会开了。那这个是我的邮件，有一些奖励啊，宝石，还有一些什么券的，选择券哦。确定，他说要转世才可以。哦，我想说打叉打不了叉，要关闭呀、啊。这个叉叉是这个界面的，对的。你这样以为要这个，哎，怎么不能叉？要是先关闭这个才可以叉掉。重叠了，重叠。好，那再拼一下50关，我们再玩到那个。转身好了，玩到50层，哇，有点难了，因为都需要时间来累积金钱呐、啊。因为这边500多币，我这个速度有点慢呐、啊，我有点慢。这样50关，50关是可以呀、啊，50关。就慢慢挂吧，这边我先跳过好了，我给他挂到50关再说。我们先跳过。好，这边已经48关了。好，这边主线任务也需要玩到50关的啦。那我没事就把这些我们的这些士兵啊、英雄啊升到60级以上。啊，你也可以放下主动技能。好，重生。转世，转世为人类英雄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好，一切重来，我变成人类英雄。好，这边有一些转职，是不是？增加什么友善度哦？友善度，增益。又一个转身的玩法了，那你就要重来了。哦，一切重来，一切重来，好，一切重来。还有开启第四个任务嘛？那我们现在钱很少啊，你还是得从前面开始慢慢赚钱呢。他任务就不会像刚刚那样一直。慢慢教你啊，就变成说你要自己摸、自己弄的啦。但是他还是会给你那个钻石。哦，这边有金币宝箱哦，哦，我不知道说，我现在才发现。然后这边有看广告，然后就是用钻石来买这个吗？还 欸、真的呢。哎、欸，按到广告了，按到广告，史瑞克哦，史瑞克。好，看完了，真麻烦，真麻烦。
就那个广告有点烦啊，30秒就算了，还在那边跳等12秒，然后又跳出去，然后又等12秒，哇，花了1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这个游戏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轻松嘛，轻松，不是强化自己，而是强化你的这些英雄士兵，然后还有任务的这个等级，来获取这个收益，然后做这个主线任务。OK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喽。我是汤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